孩子们换上小小警察制服，坐上警备车，真实体验了一回当警察的滋味。另一边，远景仔细说明各项配备，还让大家试背警用枪支，威风帅气的形象让小朋友直呼未来长大也要当警察。士林分局为了落实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，教导民众如何试诈，特别到天母星光三月、大业高岛屋两家百货公司，分别举办小小玻璃式体验营、犯罪预防宣导活动，摆脱过去相较乏味的问答方式，改由各单位分别设计闯关游戏，让大小朋友透过沉浸式体验、互动小游戏与舞台表演，自然融入反毒、试诈与交通安全观念。士林分局强调，警方携手在地企业与民间团体，共同承担社会责任，并强化犯罪预防、妇幼安全、交通安全与关怀弱势等议题，透过联防机制降低治安死角，希望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让大家感受到警方的用心及维护治安的坚持。记者尤祥廷台北采访报道。